其实我看外界说佛教的专题，国初 TV 所谓说佛教有许多提客家种，未错到保存客家同客家文化，同时建立佛教的特色。国度说佛教如果用心提做，像土洋种那个种品国手，因为佛教的颜料同布麻布，充分展现牛品客家的风采。那我新竹竹东的刘凤国手，虽然全国时尚加红来无七十八，不过伊能表现奈如系奖牌、奖冲、奖比亚豆，可能出现推动客家同客家文化有过好的成绩，连家长呢如谈论生意呢，向下提上课。今半年我二少家家系世家之初，今年大系全球家流退，那就新世家之。来到中老的总品国手，看得到颜料、灯光下的世界之窗。希望生意的行业拍架，看到世界。杜峰表示，一档颜料本来以为老旧，捏造原料，关键过后，电脑变作好高的特色。好高的训练生意的用客家来烧鸡颜料的事。生意人认真地排练布马舞，也是广东牛片体育的表演。跳过布马舞，本身意人认识历史，没认识彩体的牛片客家文化。跳这个舞让我认识很多客家文化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哎，你老耍起这条东西，慢慢的来晒到学校对了，本学生的呀，随时都在学习。听到镜头来到新竹竹东刘凤梨，一大批的乡亲90%出去行业。刘凤国小虽然全国的时尚，加起来无73，不过边方店员奖创客家族的方标的奖牌奖币，说明的传统客家成绩同好。两张托马豆，两张托马豆，三张托马豆，三张托马豆。除了学生的懂新闻的学习之外，连家长要听听生意的上课，目标是希望做得乡下同学行业认真考试。另外成年啊，准备啊，准备讲下，下矮上讲成年到学校好啊，当好教啦，啊，老去乡下里咧会乡下上课。哎呀，翻一个日都太磨难哦，太磨难。用竹的同作笋做种子艺术的五料国手，本人一下子就看到冬天的特色。陈碧琪五料里是北埔青苔的竹笋专业生产，那是北埔客家艺术一面青豆的素材。不过冬天但是几米就本同化做好绿客的。比到传承五年，五国社会天，全教所有的学生的无论是黑面膜，早前爱乡下好客家，都好往一种理念，每家一般天值的。其实，它不管是语言学习理论的基础也好，或是文化传承的使命也好，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帮助的。因为其他学生的少哈，变成西班教学嘛，其他学生学的都较多东西，因较多时间一对一的教学。有难点没事做，最难点，最难点，因为三忙做事，没必事做，这样懂吗？客家当中不止的传统农器是搞客家亲和的教材，配合社福教结合菜体经验，发展出福教特色。模拟教学课程内容，老年级多位都非社福内面，客家丰富，客家实在化，让小朋友的学习效果很好，每客家了解自家的家乡文化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